是来自于美国，是让宝贝们在肯定的环境中成长。我们要支持宝贝们的脚步，还有他的一个个性和性格，遵从他们，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中去发现环境，去探索环境，最后在环境中去练习相应的活动。那最后宝贝们就能够一步一步一步的前进，最后是学到了自己应该学到的一些东西。在金宝贝的话，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课程，有它的乐乐课，还有音乐课，还有绘本好，有音乐课，有乐乐课，还有艺术课，还有我们的环球宝贝课。那在这些课程中的话，乐乐课它主要锻炼到一些技能，还有它的一些思维方面的能力。那在音乐课里面的话，它有很多各国家的不同的歌，那它用出国，但是它能体验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音乐风格，然后畅想在世界的海洋里面。那当然还有在我们的艺术国度里面的话，它包括甚至是波点艺术，还有其他的各种流派的一个艺术风格，让宝宝们从小的时候去感受颜料，还有一个探索的工具啊那些。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能够让宝宝们去动手，还有丰富他的一个想象的能力。那环球宝贝里面呢，它能够带着宝贝们去到各个国家去体验他们里面的风俗、音乐，还有它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舞蹈，就是说课程是非常的丰富，然后让宝贝们是在适龄的情况下接受相应的一个教育，达到一个最终成长的一个目的。在我们整个金宝贝里面的话，它会有一个指导师，还有一个成长伙伴。那指导师的话是在我们课堂中去指导我们相应的家长去进行相应的引导，让宝贝们在这样引导中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脚步。那在平时的成长伙伴这里面的话，能够根据宝贝们的具体的情况给出家长一些相应的建议，让宝贝们在这样具体的一个建议，然后有针对性的一个建议的情况下，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进步。那现在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在背后这样丰富的一个环境下的话，是我们的娱乐教室。在娱乐教室，它能够简单的通过一些往上走，然后平行的走过去往下走，还有进行一些相应的斜坡，还有一些逻辑思维方面的一些锻炼。在这些过程中的话，它是简单的练习、探索、重复，然后最后达到一个进步的一个状态。那平时在我们的垫子这边呢，也会进行一些相应的彩虹伞的一些活动。那这样的话，全部都是跟随宝贝们的年龄性，在这个课堂中有一个体能的进步，还有思维的一个进步。大家好，我是金宝贝的指导师 Icy。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音乐教室。那么在金宝贝的音乐教室呢，跟其他的教室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周围会有橘色的这样的软包去包裹我们教室四周的这样的一个墙壁。那么这个作用主要是让宝宝听到的音乐更加的具有收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且有一定的隔音效果。那么只有在音乐教室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包装。那么在这里的话，宝宝主要是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宝宝会6到60个月都会在这边去上我们的一个音乐课，最小的从6个月就可以开始了。那么音乐课主要是去锻炼他们的一些节奏感，包括他们的一些乐感的东西在里面。那么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常用到的一些乐器。那么首先的话比较常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我们的 chamber，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八音盒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它的声音非常的清脆，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下。对，它的声音非常清脆。那么这个的话主要是给宝宝听到一些音准上面的东西，他们会有听音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在里面。那么我们还会用到很多的乐器，像我们叫做我们的 rainbow maker， 有 rainbow maker， 它其实可以模拟一些像下雨的声音啊。那它的用法也会有很多，还有像shake的方式，它也是可以去做到的，会有一些声音在里面，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可以吸引到宝宝的一些关注。还有像我们这个的话是叫做龙鳞。
那么它的响声根据我们的这个跟铃铛的声音是比较像的，那它的一个样子是像在装在笼子里面的铃铛，所以它也叫做笼铃 catbell。对，它也是比较小一点的宝宝会比较喜欢，声音会比较清脆。那么不同的乐器的话，给到宝宝的一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金宝贝的音乐课，我们不仅去探索我们的一个音乐乐器，培养宝宝的一个节奏感知，还可以让亲子之间更多的在一个温馨的环境里面去感受我们音乐的魅力。现在你们看到的是金宝贝的一间艺术教室，那所有的一个展示区的画品的话，都是我们中心的所有孩子他们现场制作的。那孩子面对于他们的一个作品的话，会有他们心中的一个表达形式，比如说像我们成人眼中可能看到这幅画当中，可能感觉有点凌乱啊之类的，但是在孩子眼中，他可以讲出一个故事给到我们成人，同时也告诉到你们，他点点滴滴的一个作画都是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所作。那我们中心用的染料全部都是惠而乐的水溶性美国进口品牌，给到孩子的话也是非常安全的。很多家长在接触艺术课的时候，可能会担心说，艺术课会不会上了之后孩子全身都很脏，但是这个染料的话，包括其他给孩子提供的艺术材质东西，全部都会家长可以放心，因为它就算沾到头发上、皮肤上或者其他的地方的话，它是完全可以水溶性直接清洗掉的。像我们中心这间艺术课教室的话，已经使用过很多次了，但是看到地面或者墙面上都是非常整洁的，也是因为它这个特性水溶性的一个原因。那孩子每节课会根据老师的一个课程主题进行课程内容的一个更换，同时更换了之后，它的教具、手工制作，包括艺术展示区的作品，全部都会不一样，给到孩子的创想能力、动手能力以及逻辑思维的一方面各方面那个培养，全部都是多体验的，而且全部给到孩子感受，全部都是不一样的。家长在我们金宝贝这家艺术课当中，也能发现到孩子的艺术闪光点和艺术天分。像大家来到这间教室呢，是咱们中心的环球宝贝教室。这个教室针对的孩子的育龄段是2岁到5岁期间的。那我们所有的教室里面呢，给予大家展示一下啊，教室里面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服饰，是为什么呢？因为带孩子利用24个不同的国家，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也会做当地的美食。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带孩子去旅游日本，那所有的孩子在上课之前，老师会教他们说当地的语言，孔尼基哇，你好。然后孩子们也会走出教室，去见到陌生人，向他们打招呼，孔尼基哇，了解当地的风俗。那我们成人出去旅游的话，肯定是有一本护照的。那孩子在我们金宝贝上环球宝贝课堂，也是有一个专门定制版的金宝贝护照。他们上课到了这个国家，就会进行落地签，也就是会有一个公章。分享。